你是说你觉得你打比赛会认真一点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。那行。那我们要以你作为女朋友。做你女朋友，很认真的。那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，就在我这出五万。出五万，有点多一万是吧？行，反正你也不可能赢我。啊，这是说不定的，你这球是圆的嘛。老板，你叫什么？嗯，我叫江离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已经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这是啥手势啊？这是我自创的。这是龙虾手还是仙女手？是让你们赢。没事，别紧张。什么？没有，你这个身材太好了，有点惊艳到我。你这个手势怎么能进你啊？这个是我独创的。我就不信他能进。好，算你运气好。你跳的真真的好，可以嘛？这上手的挺快的。哎呦！你这左手也能打？我这个也是看运气的。哎呀！32分了。这一课有点难度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站一下。好擅长。行吧，不用打了，都已经超分了。哎呀，运气好，是不是？你是职业选手吧？我不是啊，就是你刚刚不是教了我一些。行了，别抓了。那倒是我视频是录着的，你现在是我女朋友。真的这么分？给你来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好了，你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以后不用再指教了。